你杜老师，你只是说相声，其实挣不了几个钱。就在这儿说相声，挣不了多少钱。对不对？真是这样。别喊。确实挣不了几个钱啊，家里边来说有钱，有点小小的钱。现在来说是富二代，有什么叫的？过去来说了不得了，叫什么呀？斜挎子弟、纨绔子弟、富家子弟。哎，有点小钱儿吧。穿着打扮啊，台上看不出来，没看出来哈。啊，台上我们都穿着床单，穿自己那些服装。对了，都是一些品牌啊。最简单，你说鞋，鞋子，鞋的追求那名牌，必须得是名牌啊，曲奇的。哎，价位来说呢，不低。哎，根据超市的定价来说。之前我们在超市买带巧克力的呢就贵一点，抹茶夹心的就便宜了。这什么都了，叫曲奇啊，就那个鞋的名字，这个品牌叫哭泣哭泣哭泣。咱没买过，咱不成功。哭泣 KUQI， 人这牌都是全拼，你看见了吗？拼的就这么巧妙，新鲜的可不全拼吗？聊伏笔你懂啊。腰带，哎，我那小皮带，哎，小皮带，小皮带，奥迪的，你怼死我都好。迪奥，有迪奥 ，D I A O 嘛。迪奥也是这么拼的，迪奥 ，D I A O， 德伊奥，观众对您太喜欢了。哎，都是大牌子哦。哎，你帮我 T 恤衫，我那小背心，国际知名品牌，咱不造啊。你妈呢？我妈搁家呢。咋不来听相声呢？阿玛尼嘛，那不是，我一直以为叫全称什么乔治你妈呢。乔治你妈呢？乔治阿玛尼。哦，对，乔治俺妈呢。对，根本都是一大品牌。